等离子电是跟我家用的一样啊。钱哪来了？啊，我到自己挣钱来了。啊，知道我是谁，也知道我到这来搞什么，心里的鬼全画在脸上。你没他妈城府啊，小崽子啊！行，这次金海有头有脸人物，你让他把我放。他在等你啊！不想知道你弟弟在哪儿吗？知道了，你怎么把他抓了？两天，打两天没打死。我把你当个聪明人，不要用傻瓜的方式对我，好不好？你不就想知道，除了我跟我弟弟以外，谁还参与杀你儿子的事儿了吗？对，我弟弟没告诉你，因为他知道，要告诉你以后，怎么我们俩都活不了。嗯，你比你弟聪明多了。徐杰，我他妈凭什么告诉你？行啊，你不说这样，我把你弟弟的身体每天给你送一段，我会让你像听评书一样，你会盼着，可以吗？我怎么告诉你也没用，这是靠山，咱们警察做靠山。靠山啊，是不是姓孟啊？他姓安。对了，姓安，我是姓安那个小崽子，也是整天他妈对我阴魂不散的，可是在这儿呢，他妈在这儿啊。怎么说？徐若达，你是大人物，你不至于跟我们这帮虾皮蟹将一般见识，你饶了我弟弟一命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把你的同伙绑来见。昨天把那电视给我砸了啊，什么档次跟我用的一样。